来，现在我们到了顺心车站的一间客家小吃店，我们来吃的是最有名的客家板条。这是我是 Brian， 他是 Brian。Hello。哦，是一个。好，这个。现在他们是这样的。号码。啊，然后你在拍东西，录影。他在录影。是哦。哎，拍一下这个来。好。我第一次吃汤圆吃酱的哎。来汤圆。热热的，还有肉的。听见喽？好。哈哈哈哈哈！今天的报道到此。